Hello，各位喜欢《鬼灭之刃》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在《鬼灭》这部动漫中，鬼杀队因为要和鬼搏斗的关系，所以受伤是常有的事情，一般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了。但鬼毕竟是凶狠残暴的生物，许多优秀的鬼杀剑士在战斗中并不只是受伤，付出生命也是常有的代价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五位惨死的鬼杀队员，究竟哪一位的死最让你揪心呢？第一位，炼狱信兽郎，岩柱是第一位和炭治郎合作的柱。两人刚见面时就表现出了老大哥的风范，为炭治郎解答了呼吸法的分类，是个很喜欢照顾人的柱。在无限列车篇中，岩柱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，一人守护住了五节车厢，并为了保护好车厢内的人，独自与上弦三酣战。可惜这时的岩柱还未开启斑纹，所以不敌上弦三，最终因重伤身亡。但在炭治郎心中，他却是永远的大哥。第二位，蝴蝶忍。蝴蝶忍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不幸。他童年时家庭被鬼袭击，只有他和姐姐活了下来。当上鬼杀队员一段时间后，姐姐又因为遇到同谋而死。忍虽然想报仇，却苦于实力不足，最终想出了一个两败俱伤的法子。他将37公斤的藤花毒素注入自己体内，并故意诱导同谋吃了它，通过这种方式让同谋中毒。而香奈乎火翼之柱也因此斩下了同谋首级。第三位，产屋富要哉。主公大人是鬼杀队的支柱，对于九柱来说，主公在他们心中有很重的地位。为了能让主公注意身体，九柱在外杀鬼一向尽心尽力，以免主公为此操心。虽然九柱都想要主公活久一点，但主公的性子却异常刚烈。为了能将无惨重创，他在周围埋下了巨量的炸药，以自己身死给无惨带来了危机。第4位，不死川玄弥。玄弥是风柱的弟弟，同时也是一位学不会呼吸法的剑士。为了能加入鬼杀队中，玄弥采用了防鬼之法，他逼迫自己吃下鬼的血肉，以此获得鬼的力量。在整个鬼杀队中，玄弥也是不可多得的奇才。不过无限城一战太过残酷，玄弥为了能将黑子谋杀死，不顾自身伤势施展了邪鬼术，这也导致他没有多余的力量复原身体，最终重伤身亡。第5位，石头无一郎。无一郎是鬼杀队中最小的柱，同时也是鬼杀队天赋最高的柱。从握刀到成为柱，无一郎只花费了2个月的时间，但这么一位精彩艳艳的孩子却在无限城一战中身亡。为了能保护其他柱们，无一郎哪怕半身断裂依旧不敢咽气，强忍着剧痛使出鹤刀。虽然黑子谋最终身死，但无一郎所承受的痛苦也太过巨大。其实从成为鬼杀队员开始，无一郎等人的人生就已经发生了转变。在与鬼的战斗中，一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只要能将世界鬼屋灭除，对于鬼杀队员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。谢谢大家，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订阅我，爱你们。